狐狸，这条丝巾刚洗的，我手里拿去。是啊，多谢你呢。一挂手环，那个小雨挂一条同款同款。小雨啊，你别误会啦。妈妈哦，只是想要替你保管这条手环尔。妈妈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要带你做过去治疗啊，身躯顶面的扎伤些物件。我听到哦，这条手环对你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啦。好啦，阿无你先挂咧。我就看你戴这个手环吼，跟我后生挂的是同款的。哦，这是阮小妹送阮兄弟一人一条啦。啊，不过你发生意外过身啊，歹势啦！我唔知你的亲人出意外，害你伤心啊，歹势。哦，不要紧啦。狐狸，既然丝巾已经行李啊，我先来走。等一下，小雨，恁想要入去调查案的行踪，你就照你原本的计划，安心带金玉离开。这件代志你都莫插吧。千玉，你是不是太紧张啊？我只是用来遮讲代志，我若知我爸，我又用来遮。小雨。你都卖假啊！我安尼做是为你好。太姐，我看我阿狗啊，我予你等真久啊。哦，无啦，狐狸，我嘛拄到你啊。小雨，不管你要信还是不爱信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带真个离开家。我爱管的代志，你都卖管了。那人是在找你麻烦是？哦，无啦，伊只是来提醒我一寡代志。因为所来，我准备要离开台湾。那样也拄好啦，我嘛拍算要带我的后生去国外治疗呢。咱呢都后会有期啊，若是有缘，咱一定搁会见面的。后会有期。我想，天该约着我来这个目的啊，对不？我承认。我就是有信心的妈妈。五年前，一拄到生死关，我是非常心痛，才给救倒转来。所以，我对伊有真深的期待。你是不是会当了解一个做妈妈的心情？阮小妹跟你好像有同款遭遇，我朋友送伊去美国治疗五年，我当然了解你的感受。既然咱有同款的心情哦。那代志也真好讲啊！讲实在啦，我的后生对你妹妹真有好感啦。啊，不过，我认为你妹妹的身份也可无足够做阮新鲜的家啊。所以，我这做妈妈呀，只好家己跳出来做歹人啦。我是希望恁爷妹仔会当主动离开这个所在，以后我的后生若看袂到你妹妹。伊自然都无这个念想啊！我知影，讲钱伤感情，啊，不过无钱是寸步难行。这是我一点仔心意啦，希望帮助恁爷妹啊，会当离开这个所在，有更加好的发展。不然，拍摄这机票我袂当收，阮是袂离开的，因为静玉是单纯甲你后生
当作是朋友，而且伊无做唔着代志，你若是无希望因继续见面，你应该回去提醒你后生，唔是来遮想要用一工赶走。原本我来真的是看看阿娘真好参详啦，想袂到你今天过节唔知影变通，无怪啊，干那会当开一间遮尔啊细间的店，实在好就失望。失望的，唔那你一个。看来夫人无介要做咖啡，因为伊干那要紧咖啡的生产地，唔需要用心煮咖啡的过程。既然呢，我今晚无啥好招待夫人啦。夫人，歹势，无啥。现在唔知下边是不是还阁见面啦？啊，不过你也袂甲我讲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陈文瑶。